其实你不用翻阳台，我有你家钥匙。顺切吧，顺切自然一些。这个地方还是用叠画吧，暖色调吧，用音乐吧。这个好。要不你亲自跑一趟去找李泽南吧，你把这个月饼给他拿着。阿姨好，我上你们一段吧。我帮你们来。哎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十万一个，可以。叶璇，我爱你，你可以给我个答案吗？